潮妈陈慧琳与张智霖现身尖沙咀出席代言活动，正在为年底红馆演唱会努力彩排的 Kelly 以工人裤配 2B top 打扮，中门大开还露个小蛮腰，似乎状态非常不错。对，因为现在趁着秋天还没来之前，就夏天嘛，所以就穿了比较凉快一点的衣服。每年暑假都是新爸新妈们最忙的时候，因为除了要兼顾工作以外，还要抽时间陪伴子女们过好暑假。以往每年暑假都会带两名儿子去外地旅游的 Kelly， 今年因为要为演唱会准备的原因，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明显减少，唯有要拜托老公暂时复兼母职。因为每一天的演唱会的 rundown 也在改变，所以很多事情以为定好开始排练，但是原来隔了一两个礼拜练完就我们改了，然后那全部就白费了，所以可能太早排练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现在还是忙于录我的最新的广东专辑，对，所以希望在演唱会里面可以唱到新歌。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